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到 ET 财智 Talk。今日坐我身边有刘老师 Kenny。Hello， 你好啊，又快咁快三个月啦，又年尾啦，系啊吓。咁啊，同你咧睇翻你之前睇嗰啲嘢，方向啱唔啱，同埋有冇啲新嘅改变？